迷惘的灵魂啊，欢迎你的到来。没错，我是生活在这个世界的女神维蒂。对于你在地球的遭遇，我感到难过，因此我将你引导到我们的世界，想让你重新度过一次人生。只不过我希望你可以帮我完成一件事情。你不要紧张，先听我。我们的世界有数名实力强大的魔王，他们的力量已经让这个世界的平衡产生倾斜。此时的世界正面临毁灭危机。亲爱的，你听我说，毕竟是我想麻烦你的事情。我将赋予你和他们对战的能力。放心吧，这是一种和对方 Janken 的能力。似乎在你原本的世界叫做猜拳的游戏，你需要使用 Janken 和他们对战，并且战胜他们，削弱他们原先强大的力量，让世界恢复平衡。在 Janken 的对战中，输家必须听从胜利的人任何事情。看得出来你在想什么。这些魔王不仅是女性魔物，还是各个种族内的角色美女。战胜他们，就会逐渐对你产生好感，甚至满足你的愿望。先别急，我先给你这个世界的地图。地图上标示了第一位魔王的位置，当地图就会出现下一位魔王的地点。你只要顺着地图给你的指引，就可以成功解决我们世界的危机。祝你战斗顺利，我的勇者。人类，离开这里！趁我还不想杀你，给我消失！眼睛在看哪里？再乱看就宰了你！女神，哼，
说谎也该找个更好的理由。什么？你这个人类到底想干什么？虽然我现在恨不得马上消灭你，但是我可不是输不起的人。
虽然让我有点惊讶，但是我的力量可不止如此。哼，别得意，我会让你吃到魔王的强大。人类根本不可能永远。你在开什么玩笑？住口！我才不要帮你做这些。剪刀石头布，哼，你很强，是我输了。不就是成为你的女人吗？有什么大不了？就你们人类顾虑这么多，刚刚对我的企图心到哪里去了？如果你能再打败我一次，就证明你有取代我，哼，力量强大的魔王。你还是先打败我。剪刀石头布。